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猫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一个低糖牛奶吐司面包。它呢操作非常简单，而且奶香食欲，松软诱人。最重要的是，它特别适合我们运动人群的饮食需求。那么我们就一起动手做起来吧。又健康的牛奶吐司面包出炉了，让我们一起开动吧。